看到，好，帮大家介绍这一支 PDM 的新款阿尔泰。我觉得这一支拿出了它的招牌，就是我看一下香草，乌木皇后，特别用的是波棒香草。如果你有机会看一下影片里面，博君帮大家介绍香草的各个产地最大的特色，那它说明的非常的完整。那我觉得这一支最特别，多半美食调会让你觉得应该是在下午茶啦、甜点啦，或者是午茶时光，有的阳光的时候属于白天的。但是这是让我第一次感受到美食调出现却是在晚上，霓虹灯光亮起，招牌灯光亮起，然后整座城市入夜之后开始热闹了起来。我觉得街灯啦各方面的霓虹颜色，它是属于入夜后的美食调。推荐你来试试看，拜拜。